有人说呢，女人是水做的，用蓝色来形容她们呢是最为恰当的。但是你问任何的女性，大家应该会说是红色或是粉红色。为什么呢？特别能够凸显女性温柔的气质，还有这个刚毅的精神。就比如说你手上的这个吗？粉红丝带，这个就是象征着乳癌的抗癌勇士们的勇气和毅力。是的，粉红丝带呢所代表的意义呢，就在这个月呢更值得你我的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十月份呢就是乳癌意识月。新加坡癌症注册局的数据就显示了，乳癌是女性癌症患者当中的头号杀手。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进一步的了解，到底什么是乳癌？欢迎两位嘉宾，陈雅韵医生，还有呢就是郭凯丽小姐，两位好。欢迎两位，你好。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显示呢，这个乳癌啊有年轻化的趋势，这原因何在呢？陈医生。所以最近我们发现这个乳癌呢，很多女性都是在可能40多岁就会患上乳癌，甚至有30多岁也是蛮普通的。那么原因其实有很多种。如果我们谈这个荷尔蒙的因素，就可能是好像现在的女性啊都是比较迟生育，那么孩子也不多，可能生一个就停了，然后哺乳也是比较少，那么这些呢都会影响到这个患上这个乳癌的风险。那我们说好像小孩子啊，女孩子，这个出经比较早，早熟早出经，对，有的时候可能9岁就开始来月经了，或者是女性可能迟绝经，可能到55岁还没绝经，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患乳癌的风险。为什么会有人提到说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形态有关？为什么小女孩会这么早熟？我觉得我们现在小孩子他们，我们的生活素质太好了，我们营养太丰富了，太丰富，太丰富了，对呀、啊，你就比可能五十年前比较一下，50年前的小孩子啊、吃的东西没有那么好，现在都是每天都是大鱼大肉。是我们所谓的好的意思是什么？大鱼大肉，大鱼大肉，精致食品吗？高对呀、啊，热量、高热量、然后肥胖食品、肥胖问题，所以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乳癌患乳癌的风险加剧。对，会不会有另外原因？比方说，现在我们国民意识啊，对这个健康也相对的提升了，更多人做体检了，所以这个数据也显示出来吧？对，可能。所以以前可能这些女性可能就是在50多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摸到一个硬块，那么现在如果女性早点去异常做体检，可能就40多岁就会发现已经有早期的癌变了。是，哎，请教一下凯丽，您是专门做这方面的宣导工作的，你自己本身的观察又是什么呢？我们是从我们的生命斗士里面，我们都看到就是他们的生活上的那个饮食方面，也做了一些规划跟调整。对。因为在过去的时候他们日子非常的忙碌啊，可能在饮食方面呢就没有一个固定的饮食，生活也非常的紧张，所以我想情绪方面也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请问在新加坡年纪最轻的乳癌的病例是几岁？根据那个新加坡 Breast Cancer Foundation 啊，他们说他们的记录最年轻的好像大概是14岁，14岁就患上乳癌。我本身的病人就是最年轻是19岁。这非常的年轻。我们刚提到说一些可能现在的生活形态可能会造成大家提高了在患上乳癌这方面的风险，但是所谓的高风险群大概有什么样的特征？年龄层是在什么时？高风险群我们就说大概是40到60岁之间，就是最高的风险。那么如果当然如果这个女性家属有这个乳癌甚至是卵巢癌的这个病例，那本身的这个风险也会比较高，所以它有那个遗传的因素在。对，不过大概只有5到18%的病例是完全属于遗传的基因。像刚医生有说，在我们的生活作息上呢，如果说吃太多高油高脂肪的话，也会导致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因素。对。那么男性呢？男性的这个患乳癌的这个几率基本上是比较低，但是还是有的。对，好像我们说这个每100宗。这个新的病例，乳癌的病例，那么99位就是女性，就1位是男性。那如果男性真的患上乳癌的话，那个，可能是基因突变的原因就比较高。是，就跟他们饮食有关吗？也有可能。我们每次到了这个10月份哦，要唤起大家这方面意识的时候呢，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再提醒大家一次要怎么样做自我检测。所以今天呢，医生在现场也同样的要来为我们做一个示范，希望大家在今天呢就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个检查。好，来，今天还帮我们带了一个模型。一般你会怎么教导病人如何做自我检查？自我检查呢，应该是每个女性应该是在每个月自我检查一次。那么如果还有来月经的话，那应该是月经完毕之后。
Okay. 没有来月经的话，就每个月就选择同一个时候吧，大概同一个时候就会记得。嗯啊，那么检查的时候呢，第一是先看镜子，看看两边有什么，外观有什么不一样。嗯，然后用手去触摸，看有没有什么硬块。嗯嗯，好，我们现在请您稍微拿起来一点点，我们让镜头上可以看得到。所以初期的话是可以从这硬块来定夺。其实最早的乳癌是根本没有症状的，就是、体检才发现的。那么如果这个乳癌已经变成一个硬块，那自己摸得到，那就可能是第一、第二期左右。OK， 要怎么样按压这个硬块？那么我们应该是用这边的手指的部分。OK， 用手指头啊这边， okay. 然后这样按，就是不是用手指这样压啊？对， okay. 是这样子，好像按摩这样。OK， 啊，然后就看有没有摸到硬块。OK， 所以像这样子，大概是整个胸部这里，对，全部胸部，这里就好像圆圈这样检查， okay. 需要按照特定的方向比较容易发现，还是说大家可能这个力道方面要怎么注意？力道就是差不多要摸到那个肋骨那边，要按到肋骨里头，差不多要感觉。所以看到这个初期的话，就会有这可能第一、第二期就有硬块。那么就后期呢？后期的这个视眼看的话，有没有一些症状呢？后期严重的话，它就这个肿瘤可能会升到皮肤，就可能会溃疡啊，或者这个乳头会凹陷，或者甚至是淋巴结能够摸到硬块。治疗方面一定要切除吗？如果我们是要医好这个乳癌的话，是要做手术。那手术不代表说一定要把整个乳房切除，我们可以做部分的切除。那么是部分还是全乳割除，就要看这个肿瘤它的大小。如果很大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先给这个化疗给它缩小，然后就不需要做那个大手术。所以我相信呢，除了这个这化疗也好，或者是手术也好，都是一个部分的治疗方式。但是心灵上的治疗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请凯莉为我们讲，是的，在我们讲解一下。在我们的学会里面呢，当这些病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他们在，特别是我们有每一个星期三我们有这个生命加油站，然后呢还有星期五我们就是有这个心灵加油站。那么因为这些癌友们呢，他们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回到家里，他们情绪上有很大的一个波动，所以可能家人也非常的辛苦，也不晓得怎么样去照顾他们。所以因此当他们来到我们学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们有这个生命加油站、心灵加油站，那能够癌友们大家一起彼此的交流。所以呢，从你的生命当中，你抗癌的过程里面怎么走过，然后我自己再看看我自己的时候，那彼此就这样加油和打气。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课程给他们上，比如说绘画、画画一些，就是心灵上给予他们的帮助。我们听过很多的案例哦，是关于这个保持积极的生活、快乐的一个心理，能够带来直接的疗效。是我们也请教一下医生，刚才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是关于运动跟预防之间的关系，能帮我们说明一下？那么这个美国癌症学会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如果我们能够经常做运动，其实能够减低这个不只是乳癌，很多癌症的风险。那么这个运动呢，应该是至少一个星期大概要四五次，每一次至少30分钟。所以这个运动的这个功能主要是排毒吗？减低这个肥胖的问题，然后还有排毒，血液循环。当然在现场我们要示范一下这些基本的运动。是现场跑步给大家看，真的就太奇怪了。我们要来做一个基本的运动操。是因为大家生活都非常的忙碌，所以呢只要找不到时间的话，不做运动还是一个借口。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教你的是，在你很忙碌的时候呢，还可以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方式呢，至少让自己动起来。好，今天一起呢要来学的是一个淋巴排毒操。我们邀请到的是明淑霞老师来进行现场示范。老师好。老师好。现场为我们介绍的是三种甩手的动作，是吧？其实我们365淋巴排毒操有18个动作，每个动作都很简单，但是却很有效的把我们的人体的淋巴结打开，同时呢可以就是刺激和活化我们的淋巴系统。是，我也要学啊。好，那我们也一起来吧。有一二分起来，那就我们一起来动起来吧。对，好，也请前面观众的跟我们一起学习。好的，电视机旁的朋友呢、也跟着老师学。好，我们第一个动作是什么？第一个动作是甩手的。其实我们甩手其实是有三个，就是手心相对、手心向下和手心向外。好，怎么做？它主要是刺激我们不同部位的手臂的
末梢神经，同时是让我们下腋窝的淋巴结。哦，所以它有生长的一个作用。OK， 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交替把脚向后伸直，右脚，然后是左脚。OK， 但是每一个动作我只是教四拍。好的，大家上网去自己重播，自己练习。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右脚向后伸直，所以做的时候呢，注意这就是收腹提肛，收腹，然后避免我们的脊椎摇摆，当我们手往上拉的时候，所以我们的重心要找对，对，所以手呢要伸直，尽量给它伸直，手肘不要弯曲，主要是这样才可以完全把我们下腋窝的淋巴结打开，就延伸你的身体，对对对，来，大家可以吗？手心相对 ，OK， 好，右脚向后伸直，脚跟提起哈，来准备。开始，往下，一、二、三、四，来，要做几下？四下，哦，收脚，每个动作我只是做四个动作哈。来，双手慢慢往前放，交替，然后左脚向后伸直，一样 ，OK， 收腹提肛哈，收腹提肛，手心向下，好，一定要拇指掰开哈，拇指掰开 ，L 字形了 ，L 字形的，对对，来，准备，是，开始。一、二、三、四 ，OK， 收脚，双手慢慢往前放啊，手还要转一下，对，好优美的一个姿势，对，对，手心向外，像一样，哦，这个动作会比较难做，因为我们的手平时都是这样子做，对，很少就翻是翻过来 ，OK， 来一样，右脚向后伸直，来准备开始，一、二，这动作做起来好奇怪，三。好不顺，但是有些肌肉已经被拉到了，对，有拉到，来收脚，哦，收脚，双手慢慢往前放啊，好，来吸气，吐气。所以在家里呢，一定要记得这个老师所教的这个动作，身体健康非常重要，运动还有这个饮食的均衡呢，也是要注意的。当然呢，这个淋巴操呢，只是一些简单的示范，希望大家呢。身体健康了。好，我们非常的感谢三位嘉宾，尤其谢谢老师的示范，谢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么当然，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更多呢，365防癌教育协会会是在10月24号的早上10点举办这个是健康的淋巴排毒操课程，还有谁是你的医生这个医疗保健讲座，入场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去一起运动，谈谈健康。可以拨打电话呢，就是6337-3368来报名，或者呢是上网。365cps.org.sg 查问详情了。好，我们先暂时进行到这里。当然，对于今天的话题，想要提出任何的看法，可以到师承有约的面部网页留言。我们谢谢所有的嘉宾。谢谢。广告回来呢，有第二段的新闻，千万别走开了。稍后见。